OK，大家好，我叫袁风良，来自中国江苏。我曾经在我来自农村家庭，然后曾经家里被中国政府强拆过，然后我现在逃到了美国，现在在洛杉矶。现在我觉得现在的国内的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中国政府的一些真相。然后我今天就通过采访一个曾经参加过六四运动，然后后来就是积极的为民主活动做出贡献的，后来并且被政府判刑在牢里面坐了14年的一个我们一个朋友。然后今天我们来采访一下，请问您叫？你好，我叫李达。李达，然后是您是曾经参加过六四运动是吧？是的。那个能简单的说一下当时参加的六四运动的大概的情况吗？这没问题。我来自中国上海，我在1989年这个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时候呢，我是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3年级的学生。那么除了北京以外呢，上海是第二个发生大规模的这个学生民主运动的城市。那么我率领几千个大学生呢，去支持和声援这个被江泽民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封掉的这个世界经济导报，报纸报社办公室和总编辑清本利先生。清本利先生呢，他在1989年1月份呢，受到美国前总统布什的邀请，到白宫呢参加早餐会。然后清本利呢，他是支持赵紫阳，这个民主思想的，然后呢也是支持这个胡耀邦的。那么由于胡耀邦逝世以后呢，在中国中央政治局内部谈话的纪要呢，清本利呢把这个谈话的纪要呢，用这个世界经济导报的海外版在香港发表了，那么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所以清本利他这个行为呢，对推动这个六四民主运动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后呢江泽民呢就接到命令，把这个世界经济导报报社查封了，然后把这个清本利呢软禁在家。那么我们学生得到这个消息呢，我就带领几千个学生呢支持声援世界经济导报。那么我的行为呢被这个上海市这个公安局和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注意了。然后呢在1989年，我们最后一次活动是1989年6月10号，我们这个上海几十所高校的大学生大概10几万人，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6月4号北京被屠杀的学生的一个大规模的追悼会。我在那个追悼会上也发了言。那么这个最后一次活动以后呢，就上海的风声就很紧，回到大学以后呢，这个老师啊同学啊受到压力呢，都互相激发参加活动的学生。那么到1990年呢，这个对主要参加学生运动的一些带头的领导呢，学生领导的人呢进行秋后算账，然后呢我被国家安全局呢暂时的关到拘留所里，大概就3个星期。那么出来以后呢，我仍旧回到大学呢做毕业设计。做完毕业设计，通过教授的任务答辩以后呢，我拿到了大学本科文凭和学士学位。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告一段落了。然后到1997年，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在1月19号去世以后呢，我认为我应该站出来为这个1989年在天安门6月4号的大屠杀呢呼吁，应该平反六四，应该释放当时还在监狱里的黄丹、魏金生和所有的政治犯。然后我就在1989年邓小平去世的大概1个多星期以后呢，我就在上海市中心这个第一百货商店的7楼窗口呢
散发了大量要求平反六四的传单和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地释放王丹、魏金生和一切政治犯的传单。那么传单呢，释放了散发了四次，第四次呢是在199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的那个大日子散发传单，然后我当场被警察抓住了，所以这个影响了很大，所以我成为了呢1997年中国十大案件的当事人之一，警察呢因此受到处分降职，扣掉奖金之类的处罚，所以警察非常恨我，那么我就被警察关进中国的黑监狱，关了14年，本来呢不用关这么长时间，因为呢这个警察怕我影响大呢，这个中国当时有两个重大事件，一个就是2008这个北京奥运会，一个就是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那么警察怕我放出来呢跟外国友人接触呢扩散这个印象，他们就不肯释放我，一定要等到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结束以后才肯释放我，所以呢我在2011年5月底才被释放。那么在这个整个上海公安局黑监狱关押的过程当中呢，我受到过一次严重的酷刑 torture， 那就是在1998年这个2月份，我呢委托一个出狱的犯人，写了一封这个给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公开信，要求他关注这个中国政治犯的情况，要求他关注中国的人权情况。那么这个出狱的犯人呢，把这封给克林顿总统的公开信呢，用传真到美国之音北京办公室，然后在1998年2月14日上午大概8点半左右呢，美国之音呢公开播出了这封信。播出了这封信以后呢，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知道了这件事，就告诉了我们那个黑监狱的监狱长。然后黑监狱的这个警察呢，对我实行了酷刑，他们用电警棍呢，大概有几十万伏的高压电呢，对我的眼睛和嘴呢，进行了大概4-5分钟的那个电击，然后呢，把我关进了这个禁闭室，就是一个人关在里面很小的禁闭室，叫 confinement room， 然后在这个禁闭室里面呢，一天只准到那个卫生间，就是厕所呢，这种去3次，不准出来。那么这是主要的这个情况。在2011年5月份呢，经过我哥哥向这个公安局信访办公室的多次请愿呢，我被释放。出来以后呢，我就进了我哥哥的公司呢。搞自动化设计，因为我计算机专业毕业，学习了一些这个自动化技术以后呢，主要是从事德国西门子的这个自动控制这个设计方面的任务，在中国全国各地的工厂里面呢，提供自动化设计服务，程序修改、故障排除啊，增加新的功能，都是搞技术的。那么在2012年这个8月份。中国的共产党的18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呢，警察呢加紧对了我威胁，就是说打电话打到我哥哥公司，说我要小心一点。那么还有两个警察呢冲到我哥哥的公司，他是当着我哥哥的面，他说你再如果进行政治活动呢，你就再进监狱，你就别想出来，你就死在里面了。那么我受到这个这么严重的威胁呢，我认为我在中国呢不能待下去了，那么我就不需要免签证的美国塞班岛，报了一个旅游团，拿了护照呢，大概正好有几个名额呢，大概4-5天我就来到了美国塞班岛。美国塞班岛呢是一个美国的海外领地，
他这个美国联邦法律有一部分还没覆盖到那里，所以我等在那里呢，在美国塞班岛的移民法庭呢，等美国移民法官来给我身份。那么我们呢这一代人，这位看到中共这样这个严重的侵犯人权，屠杀这个手无寸铁的这个和平示威的大学生，我认为呢，这个要追求中国的这个民主自由，要这个取消一党专制，要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呢，必须要我们进行不断的奋斗，勇敢的这个去站出来。我到了美国塞班岛以后呢，遇到了一些这个在塞班岛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因为英语比较差，所以呢，他们委托我呢，就是在2012年的9月份到12月份呢，塞班岛大概90%的法轮功这个反对谴责中共活宰法轮功器官的签名，都是我向当地的美国人、菲律宾人和日本游客签名的。这些名单都送到这个联合国驻日内瓦的这个联合国反扣刑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那么我没有停止过寻求这个争取人权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那么我认为呢，这个在2013年11月份呢，这个美国移民法庭在塞班的这个法庭上呢，美国联邦法官呢授予我身份，因为我当然是非常硬的，我的名字在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上，这个中国香港部分，然后 torture 扣刑部分呢，我的姓名呢出现了4次，那么联邦法官就授予了我合法的身份，然后过了几个月我就来到洛杉矶。那么我认为呢，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呢，80后、90后的那些年轻人呢，他们不知道中国这个过去残酷，压制人权，那个在1989年，特别是一次大规模的这个学生民主运动，屠杀了，根据美国国务院最近透露的报告，可能要将近10000多人。那么我认为呢，应该对那些中国的年轻人呢进行教育，揭露这个60屠杀的真相，是吧？不能光追求这个房子啊、车子啊，是吧？追求生活的享受，我们要做有公民意识的人，就是我们现代公民必须有一个公民意识，那就是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我也是去年2013年呢，我是国际上第三批要求中国人大常委会呢批准这个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联组的人。那么我希望呢，这个现代这个中国青年呢要更好的学习，比较早的呢是联合国的人权宣言，然后比较晚的呢就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些权利呢，就是告诉我们，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是吧？不分老幼、种族、贫富、充裕，是吧？宗教信仰，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有人权，我们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谢谢，我就说这些。好，你有什么问题问一下？我接老张讲。先让你看你有什么问题，咱们大家都向他提一些问题，我也有问题，好吧？先从你来。您到美国之后，就是现在还从事？我接那个张爱鲍登帕来一些民主活动了。我就是刚才说了，到美国塞班，从事一些为法轮功争先、中国共产党活宰法轮功学院的器官，然后把名单送到联合国反扣刑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来到洛杉矶呢，我2月份来到洛杉矶，马上就参加了这个洛杉矶好莱坞的奥斯卡颁奖。颁奖呢，我们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就是颁发中国第一届民主自由人权奖给中国人在监狱里的那些难友们。
比方说黄炳章啊、朱一夫啊、刘晓波啊，大概有三四十人，我们都有这个照片。然后呢，有一个我们美国名著名的雕塑家陈伟民先生呢，做了那个奥斯卡的中国第一届自由民主人权奖的小铜人。那么这个视频在美国之音上也播发过，我参加了这个活动。那么在今年6月4号呢，我和洛杉矶的所有的民运人士呢，到洛杉矶的中国领事馆门口呢，进行了纪念和抗议60活动。我那还有这个香港港支联也来了，在洛杉矶的大这国际的人士都来了，那么大概有20多位这个人士呢，在台上临时搭建的台上呢发了言，我也进行了简短的发言。OK。还有什么问题？那该我了。我想知道啊，你说你在这个监狱里边啊是14年啊，这个每一天你的生活都是什么样的？你能介绍一下吗？监狱的生活呢，这是一个黑监狱，那么就是大概一个监狱大概分一层楼，大概有大概我想大概有80-90人，那么每一个人呢，每大概10个人呢分成一个小间。那么白天呢，在一个大厅里，这不许出去一个不大的大厅里活动。然后呢，每一个犯人呢，都要参加呢去搞卫生啊，这个供职供养的做手工劳动啊，各种劳动。那么这个，在中国监狱里呢，犯人是没有这个发言权，没有任何言论自由的。警察呢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呢关在里面没有批评权，没有申诉权。没有这个上诉权，这个任何事情呢，你写出去的任何信都会被扣押。那么只有一个机会呢，就是家属呢可以每个月来一次到监狱来探视，就这么回事。那么犯人不允许呢，就是3个人聚在一起说话，这个就是违反中国呢监狱里的规定了，就这样。那你可以往外打电话吗？不行，不可以，写信都不允许。那你的信他是怎么被带出去，而且没有被他就是扣押的呢？这个当时正好有纸笔，那么我就记住了一个美国正在北京办公室一个传真号码，我就偷偷写了。那么出现了这个事情以后呢，所有的笔和这个小的收音机都被没收了。好，你现在这个 Andy 做一下总结吧。这个我们这个视频快录了20分钟了，好吧？好的，我们希望通过揭露一些真相来，让尤其是现在年轻人更加了解事实的真相，更加了解中国政府，这样能希望他们为了以后更加的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做出更大的努力。好。